你没有到过黄总吗？对，以前有去过。其实我很佩服他们的建造，因为他们的那个地下室都可以办公，好厉害。办公为怎么讲？就是他们的通风啊，相当好。那是日本的错，不是我绝对不是，人家该好的。就他的设计，或者是你看人家那么。就问你现在地下室还是在办公？在办公，你在做。然后进去。这个底下几层？一楼还？因为它有些是很机密的，我们只能到